2021春节到来，在这边小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。另外订阅按起来，财运滚滚来，新年发大财。红灯行，绿灯停，酒驾抢快样样行，台湾三宝没有极限。这边就让我们来回顾2020年三宝们的事迹。停多久？发生什么事？超市的来速这样最快速。这么宽的路就是开不直。给我去重考驾照，你们也是。鱼跃龙门，在下面喂。三宝耍宝虽好笑，但害到人就母汤。接下来的影片，奉劝大家远离三宝，小命要保。前面影片，希望三宝能汲取教训，小心上路，不要酒驾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顺遂，祝大家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